欠钱就是把它欠起来。什么菇啊？啊，什么菇？卤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跟你讲是真实好吗？那你怎么煮的都没错，他就不能这样老实。最外面，好，然后它有一个，
Thank you.
它这个方先煮完之后，它那个时间既然煮过先煮了，然后是用左右摇晃，然后把那个汤夹到那个，我觉得它是夹进去而已啊。对，然后套进去之后，那它有一根两根蒸汗的插槽，插到后面去用。所以它不用锁上去。不用。好，然后后面这一根，等一下煮到后面这根小指的部分，你千万不要煮上去，因为很麻烦。那个我直接用纸的吧。好。它有一根可以看到手摇那一根，不要煮上去。好。
你还是你要先组支架。我也想说，我先组支架。对啊。那些装在哪里？不在。那是别人家。哇，那学校花工哇，搞那后边那个易经大学人家都搞出来。对对，把这一片呢，那个巷的后面那个蓝天，啊，巷的那个方向，然后那个易经大学八卦人家。
正的话，可以到楼下一点点的后面地方都是。对，都是在楼下。对啊，这一排的一点点跟对面的地点。我想要锁，是有点没用的。